废物。够了。陛下，陛下。秦昊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擅进朕的寝宫。可是他却可以躺在你的龙榻上。他是朕的执剑人，有重病在身。执剑人？陛下何必自欺欺人？不必理会他的话。是朕来了，就立马停手了。所以，你怎么可能伤到朕呢？怎么内疚了？朕真的没事，不是好好的吗？